品智能机械有限公司，坐落于美丽的山东齐河经济开发区。公司建设总面积6万余平，一起建有完善的数字化生产车间、产品研发中心、产品体验中心、高效仓储物流。公司打造了国内首条木工机械智能制造流水线，采用信息化、标准化和精细化管理模式，具备年产5000台数控设备的生产能力。公司结合领先的德国工业 4.0 理念，建造了数字化生产车间，打造了从激光开料、焊接、热处理、组装、检测等一系列数字化智能流水线生产模式，将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技术应用于数控设备的生产制造。在生产过程、生产线上，每道工序为一个生产节拍，从最前端的床身衡量装配到装配检测完成，历经8个装配环节，将传统的机床生产模式化整为零，突破了传统生产模式的产能限制，2个小时即可下线一台高标准、高质量的成品设备，每年产能可达5000台以上，完成了产业生产模式的变革，并辅以公司自主开发的智能生产管理系统，对每一个装备环节的生产速度、质量控制、生产安全等关键指标进行动态监测管理，做到零人为缺陷、零工序瑕疵传递，全面提升产品质量。生产流水线整体分为2个大区域，结构制作区装备了先进的焊接流水线、大型数控加工设备、和防腐流水线，主结构采用机器人焊接，焊缝成型美观，焊接变形小，焊后热处理消除了焊接应力，每件产品都遵循严格的加工工艺，产品外形更加美观。公司在设备方面引进了台车式电阻炉，是行业内具备高标准热处理工艺和设备的厂家之一，主要用于消除数控设备床身和横梁的焊接应力，一次可完成8套床身及龙门热处理。引进了大型自动抛丸设备，应用于机身防腐除锈处理，利用高速运动的弹丸连续冲击被强化工件表面，达到去除表面氧化皮的目的。公司拥有喷塑流水线，利用静电吸附原理，从而形成最终保护涂层，能够长期保护金属表面，漆面平整均匀。装配检测区实现了关键工序100%检测，出厂合格率为100%。中品智能自主设计的产品生产流水线将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，实现了全生产业务链的互联互通，推动研发设计、生产制造、营销服务的创新变革，全面提升工厂的智能化制造水平，为数控设备的品质保驾护航。公司采用了 MES、ERP、CRM 等数字化管理平台，在国内外建立了完善的销售及售后网络，企业组织管理运行更加高效。为更好地服务于广大用户，中品智能研发了智能云售后服务系统，1分钟内公司技术人员即可精确判断问题，并在最短时间内快速解决问题。我们秉承品质传承、迈向未来的理想征程展翅高飞，沿着做精、做强、做大、创新、创优的战略方向，为员工铺设最优成长平台，为合作伙伴营造共赢发展的局面，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，驶向更加波澜壮阔的未来。